偷拍裙底多五成，转个巨步好有型。偷拍裙底呢方面咧，系更加嗰个升幅咧系比较显著一啲嘅。由旧年嘅每个月六宗咧，去到今年首八个月嘅每个月九宗。哇，升咗成五成，菲丽每个月有十四宗，学店仲系扶手电梯啊！见到呢个男仔就攞个电话出嚟喺膝头哥度揿揿揿啦。佢喺七月搭紧扶手梯，就见到个廿五岁嘅西装男电话镜头对住裙底，佢就梗系即时去报警啦。咁事后佢都俾人捉咗入去嗰个警岗入边啦，都睇翻个手提电话，哦，原来真系有呢件事。佢寻日连同其他两个人喺铁路景区同埋港铁合作嘅活动入面攞到好市民奖，仲叫乘客见到罪案要去举报啊！